浦10月8日讯，在今晚结束的 NBA 中国在深圳站的比赛中，独行侠队以115-112险胜76人队。中国球员丁彦雨航迎来伤愈复出，北京队前锋狄小川也在社媒上晒出观看小丁比赛的照片。此前饱受膝伤困扰的丁彦雨航在本场比赛的末节中段得到出场机会，并通过罚球得到自己在 NBA 季前赛生涯的第一分。狄小川也在电视机前密切关注着好友在场上的表现，并在社媒上示爱，终于等到你，某某，还附上了飞吻的表情。狄小川目前正随北京队备战 CBA 的季前赛，北京队将于10月9日晚迎来首个对手江苏垦地亚队。